上年这两天有点进步，所以我就不说他。还有点有点进步，但是你就是气很急，知道吧？因为你速度快嘛，头脑。但是那个没有错，但是你这个头脑停下来，我一直这个怕你把握不好这个度，因为你转得太快。就很多事情，因为你太聪明，知道吧？很多事情呢，你看过去看完结果了，所以你不做了。但是你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你发现你还很蛮，比如说这件事情，你一看知道结果了。你其实因为你的头脑转得快，把中间的过程给省略了，你知道吧？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你那个头脑唰一圈转完，然后说，哎，就没劲儿，因为转到结果了，没劲儿了哈。你把中间过程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省略了，好像做啥也没意思。其实你就把那个结果迅速的看完，好，省略了。但是呢，如果我逆让你做的话，假如说，哎，算了，老师你要逆让我做。你才发现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犯很多错误，其实结果因为你的犯错误不是你要的那样，永远做不到你要的那样。因为你看到结果特别快，但是你知道吗，你的手你的行为跟不上你的头脑，有时候在很多时候是跟不上。所以我们经常你会发现你做完，哎，这个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呢有问题，最后做完一定有问题，因为你头脑太快，手跟行都跟头脑达不成共识，手就显得毛躁，知道吧？手就显得粗糙了，做错的东西。但是头脑永远是最准确的、最精确的，要的那个东西。但是手在做的时候犯很多错，就头脑跟身体是不合拍的，你的。但是你想停下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什么东西可停，因为你就是里面是空的。起点跟结果你是忽略中间的过程的，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停的，你就开始练六根的不分别啊，不着相啊，然后呢好多事情不想啊，使劲的停下不愿意想啊，好像停止自己的习气欲望了等等，这样就压抑自己啊，控制自己，其实你不是压抑，你是控制，很强的控制力，我不这样我不那样，就怎么我要把自己苦在做点啥，我自己怎么样做够几小时。这是好学生的以前学习啊，这一看就是好学生，能够把自己捧到做点什么，但是对你也只能这样了，现在能咋样目前只能这样，哎，但是你不断的慢慢的要察觉到一个度，就是哎，因为我也经常看你有没有偏，你控制克制的话会强制克制自己的话会出偏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你出偏，所以我没有提醒，经常会少一点，其实大家休息其实我是会看的，不是不会的，每一个人的休息我都会关注的，只是我没说，说明你没问题，就是没有，你要有问题不是没问题，是我知道你今天的问题明天就你自己就解决了，不用我提，但有些问题呢需要我说，就是说我不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就卡在那儿，那我就说了，知道吧？你目前暂时问题不大，但是修得比较辛苦这样修，但是对你没办法，谁让你染得那么重，是吧？你染得重，那你自己修你就辛苦呗。然后你这，就是你这那十几年、二十几年，那活得那么油滑干什么？是不是啊？就抹上油了，那么滑，这还要什么样？我说呀，还想干什么？随心所欲。好，现在控制不住了吧？就和陀螺似的，是吧？抹了油了，就惯性嘛，吸气嘛。那个时候觉照一下，少少的，有些事该做，有些事不该做。你现在修行很轻松，知道吧？哦，就是你很清净嘛。那个佛的那句话一往过来就一听你就说，哦，就是那样的，一听就像六祖一样，人家一听就是那样，哈哈哈哈，脑子里全是那样，然后还去染上些习气，有时候还逗个小心眼儿，头脑还自我一下、我执一下等等等等那些。当然这些东西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清洗，嗯。这个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是你自己辛苦一点点，我觉得你这两天进步了，头脑可以用，不是不可以，是清醒的用，觉照的用，很清净的用，不是迷迷糊糊的用，不是被六根转了都不知道的，被自己转了你还不知道自己被转了那种用，然后安住着呢，但是你心脉这个也是还好，嗯，挺好，就继续吧，不要去可怜自己啊，就是你稍稍有点自恋
自恋是什么？永远觉得哎，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就是，当然你现在不会说，其实你也觉得这个世界人哎无所谓了，你讲不怎么样。其实你蛮独立的，但是你还是觉得，因为你是惯性自恋，不是。其实你心里不需要别人恋你的，就是不，你是其实他蛮独立，他很想一个人待着的，但是他是惯性，就觉得习惯了，习惯了大家关注他，关注他，哎，从小可能就家里宝啊，都是习惯了被人关注啊，习惯了，就是那种，哎，为什么你不来爱我呢？为什么不来喜欢我呢？为什么大家不关注我呢？我是焦点的，我说举个例子，当然你不完全是这样啊，就是偶然，这个还不是少女，很大家都是啊，尤其长得有点姿色的女人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她站在那儿就是怎么不爱我呢？就那种感觉，好像谁爱你呢？是吧？咋爱呢？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来爱我呢？是不是？举个例子，大家都自恋的不得了，然后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很重要。是不是都是，只不过有的重有的轻一点，去付出去利他去做这些事，是不是？然后这个世界自然有人爱你，是不是？不要站在那儿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尤其女孩子这个太重了，这个说男孩子都有点，少女没这么厉害啊，但是少女因为她从小优秀嘛，可能哎就是就关注优秀的人关注自我的角色的多。就老关注自我的角色或者什么，觉得要么我就你咋地我还咋地呢，要么就是或者其实他挺其实心里边挺排斥有时候只有自己或者是但是你那个喜欢被关注，有时候喜欢别人呵护你或者什么是一种惯性，你知道吗？是一种习气，你不喜欢告诉你，但是不要去分辨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不是不懂，但是其实潜意识里边你不要，潜意识里边你是一个独行者，就喜欢一个人，你觉得没意思，很多事情你还没做呢，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你是真实的觉得没意思。我告诉你，有时候你连尝试都不愿意尝，你觉得，因为你看一眼就知道就是没意思。我也觉得没意思啊，是不是？谁也觉得知道没意思啊，但是众生觉得有意思，你就得入啊，那叫菩萨道，你知道吗？但是你没意思的时候，有啥看的？那不幻境吗？或者是什么？那不虚妄的吗？你就转身走了。这个说的有点过了，所以也不完全，因为有些东西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的内心世界，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啥样的，我告诉你，你喜欢一个人待着，就这样的，这是你最喜欢的方式。然后你以为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其实那是皮上的习气，皮毛。阿丽也是走在街上，也是爱了爱我吧爱我吧，也是这种。然后呢，别惹我，爱我吧我。然后呢，只要一靠近，别惹我。不是些人才，你爱我也可以离我三步远正好，是吧？不自在嘛。举个例子，我是举个例子，偶然。当然说你喜欢的，说最好是，哎呀，来吧，那就不一样了哈。你不喜欢的，离我三步远，可以啊，不能碰的。但总的来说，你们都还可以。就是赶紧修，赶紧成道，这样，在你们这个年龄，哎呀，真的是太最佳时间修行，最佳修道时间啊！因为元气啊，什么全部具足，身体就是八宝之身啊。你知道什么叫男？你们又具备男身吗？就是在佛法里边，男身是八宝之身嘛。女性有一点阴气嘛，因为女性的问题是出现在阴阳不平衡上，阴气中。他的阴气导致女性的这种心阴柔，心里边的习气就多，就是特别特别绕弯弯。因为阴就是阴柔嘛，他就阴气阴性的能量，他就决定了他这个心就多愁善感啊，敏感啊，还是正常的就绕几个圈圈弯弯的那样子，这个就不如意，直直的不如意那样，正身正意。男的就真的是，得开继续了。顺便来说说，得开，好像得开继续修。
没有修错，总的也挺正的，但是功德不圆满，所以我在关注你，因为上辈子修的少，因为大家修行这都比几辈子的，这个你上辈子修的少，上上辈子修的少，你就没办法这辈子修的多修几天，是吧？这是累积过来的，所以还得累积些功德，就这么修。但是气质都挺好，能量啊什么都挺清净的，蛮清净的。但不要说，哎呀，我修这么久了，怎么没收获？不要问这种问题。你快了，不是说快了，是吧？水到了九十九度也看不见开。九十九度的时候，我也不能说你要开了，开了以后才会说，肯定是不够嘛，功夫的。尘稿正在清洗，所以继续坚持战斗。有时候痰多啊，或者伤心啊，很正常。有时候我们会睡着忘了的吧？就是累积起，你不能比较嘛，就大家在同时修嘛。但是有时候在上辈子某一个人，你修的少嘛，这辈子就要多做点功德，多做些。人家有的你看着没做，但是他上次做了，哎，所以这辈子就不用做了嘛，少做些，就好像很快，那真的是生生世世累积过来的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没法，这个不用比的，你功夫到了，你自然就成就了，你也不要管人家其他人修到啥程度，哎，你修，你没走错。你法门也用了，你也一直在修，你记着一定会成就的。只不过是你没有，肯定是如果没老师吧，你可能自己有老师，如果在旁边看着的话，你肯定是不到。很多地方还不就是不圆满，就是把这里很多。但是只要是说你没修错，你就这么继续走，清静的走，哎，那肯定可能也许就进步了，谁知道？走错了，我们就要探究一下为啥走。没走错，那就继续。